二公子，无迹可寻了。人呢？什么人？已经处理干净了吗？是，要不要就在这里拦下下一波？不用。 只要他没有证据，就没有中枢令什么事儿了。去，把他消息告诉鬼。陆姑娘，你不是已经离京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和陆忠诚说的话，你都听到了？妾是去帮夫人收拾行装的。 那姑娘知不知道，卢尚书在哪儿？她一早就不在府中，妾也不知道。那姑娘来这是为了……姑娘和我一样，也来晚了一步。那。 这一驳查过没有？这里有多少铜板，多少工人，一个时辰能印多少数目？铜板一共20多块，工人听说大概十几个。人数不少，板数也不少，各衙门的底报也都已经领过了。可他们为什么会一直印到现在呢？ 陆姑娘是说。